1950年10月10日夜里，朝鲜战争开始后的第四个月，此时朝鲜元山港出现了100多艘扫雷舰，舰上的士兵身着朝鲜军服。那么他们是朝鲜人民军吗？不是，他们的真实身份是日本水兵，来这里的目的是帮助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扫雷。我们都知道，日本投降之后，根据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军队早就解散了。那么这个日本的扫雷队是从哪儿来的？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朝鲜战场呢？其实这支部队就是今天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前身。那么日本是如何突破了国际社会的层层限制，瞒天过海组建自卫队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波茨坦公告中对于限制日本军队是怎么规定的。在第6条中是这样写的：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权威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盖无人坚持非将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就是说，国际社会要消除日本人的军国主义思想，以免其危害世界和平。在第9条里还有这样的内容：日本人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这第9条很明确，就是要解除日本的武装力量，不允许日本拥有军队。其实早在战争刚结束，日本就有一波人已经是蠢蠢欲动了，他们一直叫嚣着要重组军队，要使日本军队尽快恢复到战前的军备水平。这波人的代表就是芦田军。然而一手将日本自卫队建立起来的人并不是这波人，他在当时并不主张日本立即重建军队。来认识一下他。吉田茂，1878年生人，1946年组阁担任日本首相。这一年吉田茂已经68岁。在吉田茂眼中，叫嚣着重建军队的人都是一群笨蛋。他主张小心处理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关系，暂时不建立军队。因为这个主张，他曾多次遭到日本右翼的暗杀，最终都幸免于难。那么吉田茂真的甘愿将整个日本的国防交给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吗？当然不是。其实他与其他主张日本重建军队的人拥有同一个梦想，那就是恢复日本战前的军备水平。来看一下这个梦想是什么样的。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经济得到大力发展，在对外扩张路线的引领下，日本每年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发展军事力量。日本明治天皇就曾叫嚷，以武力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1894年挑起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作为八国联军的主力侵犯中国，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1914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31年蓄谋发动了918事变，1937年发动77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从19世纪60年代明治维新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在这大约70年的时间里，日本疯狂扩军。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总兵力达到720万人。仅次于当时德国的760万军队人数。1939年，日本的海军实力和美国的海军实力已经不分上下。战列舰、
美国15艘，日本10艘，航空母舰，日本和美国一样6艘，巡洋舰，美国36艘，日本37艘，驱逐舰，美国104艘，日本62艘。日本的军事力量发展到了顶峰，加入法西斯轴心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疯狂对外扩张、屠杀、占领、掠夺。一个有着这样的历史的国家，我们怎么能够相信它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呢？吉田茂其实与那些极端的日本人都是一路货色，只是相比起来，吉田茂更懂得面对现实。这个现实就是，二战后的日本本国已是千疮百孔，日本人不仅给世界人民带来了灾难，尤其给亚太地区造成了重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同时给他们自己也造成了一场浩劫。战后日本40%的国家财富化为灰烬，100多座城市变成了废墟，战争中死伤人口达600多万，其中120万人丧生，2000多万人失去家园，流离失所。农业生产水平与战前相比下降40%，工业生产水平下降了2/3，交通运输设备遭到严重破坏，粮食和原料供应来源也被切断。国家都变成这样了，日子都没法过了，日本老百姓谁还有心气儿去应征入伍呢？既没人又没钱，谈什么重整军备呢？所以在他们丰满的理想之前，吉田茂看清了现实的问题。他清醒地认识到，日本重整军力应该是在恢复元气之后，他需要让日本先强大起来，这就是他的策略，先发展经济，再逐渐军备。请注意，是逐渐军备，并不是不军备。这本是吉田茂所写的回忆录《十年回忆》第二卷，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它的出版时间是1956年。在这本回忆录里，我们找到了吉田茂对于日本逐渐军备的策略，我们为您摘录了下来。有这样一句话：我并不是说永远不重整军备，我只是说在目前情况下不应该这样做。所以说，无论是深谋远虑的吉田茂，还是极端的芦田军，他们的最终愿望都是一样的，就是日本要重整军备。不同的是，芦田军急于求成，而吉田茂是先发展经济，再重整军备。所以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是计划再好，还是赶不上变化。1950年7月8日，吉田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彻底打乱了吉田茂先发展经济的计划。写信的人是谁呢？当时的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命令日本政府采取适当的措施，新设立由75000人组成的警察预备队，并且为扩充海上保安厅的现有实力增加名额8000人。麦克阿瑟难道忘了5、6年前的二战中日军有多么疯狂吗？为什么突然要求吉田茂成立警察预备队呢？1950年7月8日，吉田茂坐在自己的书房里。无论国内国际的形势多么紧张，吉田茂的生活里始终少不了和服和雪茄。这一天，吉田茂依旧是穿着他的旧式和服，点燃了一支雪茄，同时他拿起了桌上麦克阿瑟写给他的一封信。表面上看起来他很平静，可实际上呢，那雪茄他一口都没抽，早就灭了。这封信吉田茂看了一遍又一遍，此时他的心里
很焦虑。他原本是打算靠着以美军为首的盟军维持日本的安全，然后腾出手来一心发展日本的经济，可没成想麦克阿瑟却突然要他成立警察预备队。吉田茂当然明白麦克阿瑟的意图，麦克阿瑟是想填补因为朝鲜战争爆发驻日美军开赴朝鲜而在日本留下的空缺。可是75000多人的警察预备队和8000人的海上保安队总共加起来是83000多人，从目前日本的情况来看，人力财力上都是个巨大的负担。但是吉田茂曾经做过日本外交官，他非常清楚应该如何审时度势，夹缝中求生存。在考虑了当时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后，吉田茂还是决定执行麦克阿瑟的命令。那么在日本，警察的职责是什么呢？于是在麦克阿瑟来信的第四天，也就是1950年7月12日，吉田茂组织召开了日本第八届临时国会，讨论成立警察预备队的问题。吉田茂刚在会上传达了麦克阿瑟的命令，下面就立即炸开了锅。议员们提出了很多疑问，归结起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即将要成立的这支警察预备队与日本的普通警察有没有区别？这个警察预备队到底是不是警察？我们来看一下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出版的学术期刊《公安学研究》第15卷第6期，它的出版时间是2001年11月。在这当中，我们为您摘录了描述日本警察职责的汉语翻译。根据日本警察法警察职责第二条的规定，警察以担任保护国人之生命、身体、财产，预防犯罪，镇压、侦查、逮捕涉嫌者，取缔交通违规及维护公共安全程序为其职责。很显然，警察的职责就是维护国内的安全与秩序，并不属于军队。那么既然叫警察预备队，有警察两个字，应该就不属于军队了吗？真的是这样吗？那开头所讲到的出现在朝鲜战场上的扫雷队是从哪儿出来的呢？虽然吉田茂很清楚麦克阿瑟成立警察预备队的意图，但他不清楚的是这支队伍的性质是什么，成立警察预备队与日本重整军力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美国对于日本拥有武装力量的底线又是什么。于是吉田茂很快便找到麦克阿瑟提出了他的疑问。麦克阿瑟给吉田茂的回答是，即将成立的警察预备队是一支不同于现有警察的警察部队，由政府直接管辖，任务是与国家的地方警察以及自治体警察保持密切联系，共同增强治安警察的实力。麦克阿瑟还说，这完全不是让日本重整军备，只是为了确保国内治安，与重整军备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么真相是什么呢？这支警察预备队后来通过不断的壮大，发展成了一支拥有先进装备和战斗力的名副其实的国家军队，它便是今天日本自卫队的前身。众所周知，二战战败后的日本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旧军队一律解散。波茨坦公告里明文规定，不允许日本拥有军队，如果要成立武装组织，那就是非法的。因此麦克阿瑟给这支武装力量加上了警察二字，目的就是为了给预备队穿上件合法的外套，挂羊头卖狗肉。而吉田茂用麦克阿瑟的说法安抚了日本民众以及部分有疑问的国会议员。那么这支所谓的
警察预备队是如何的发展壮大，又是如何一步一步的突破了国际社会的限制，逐渐发展成为今天拥有世界先进武器及强大战斗力的日本自卫队。吉田茂与麦克阿瑟商定了警察预备队成立的计划，确定出警察预备队遵循的原则。我们在吉田茂十年回忆当中找到了日本警察预备队的原则，同样我们也为您摘录了下来，那就是总部设于东京，全国分为若干个管区，整个部队直接隶属于内阁总理大臣，并由总理大臣任命的总部长官统帅，使其拥有足以发挥治安警察作用的装备和机动力等。这上面说了，警察预备队的整个部队隶属于内阁总理大臣，这就决定了这支警察部队并不是普通的日本警察。尼克松是这样评价吉田茂与麦克阿瑟的合作的：日本是在这两个人的特殊合作下重建的，麦克阿瑟是法典的制定者，吉田则是执行者，前者抛出提纲挈领式的法令，后者再把他们塑造成为适合日本需要的东西。在安抚了部分民众和内阁成员后，另一个问题摆在了吉田茂的面前，就是这支警察预备队归谁领导？这样一支部队应该由谁领导呢？当时有人提议用参加过二战的旧军人，这部分人经验丰富，可以直接上任，方便省事儿。但是吉田茂从日本民意和国际社会压力的角度考虑，参加过二战的旧军人肯定行不通。于是吉田茂向国会提议先成立警察学校，然后招募新人。请注意这招募两个字其实暗藏心机，受到国际社会的限制，日本不能实行征兵制，所以吉田茂改变了征兵的方式，改征兵为招募，招来人后送到警察学校学习培训。最后国会采纳了吉田茂的建议，通过考试等方式选拔出了800多名成绩优秀的队员作为警察预备队的高中级干部。领导干部的问题解决了，吉田茂面临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持续了3个月才勉强得到解决，那就是警察预备队队员的薪金问题。吉田茂有他自己的小算盘，就是借着麦克阿瑟的命令趁机打造一支拥有精兵强将的警察队伍，因此他认为警察预备队人员的薪水应该高一些，这样才能在短时间内吸引来人才。薪水的高低直接会影响招募人员的水平和数量。为了提高队员薪金，以便优化提升警察预备队，吉田茂亲自来见麦克阿瑟。坐在麦克阿瑟的办公室里，吉田茂毕恭毕敬地说，警察预备队本来是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成立的，这就好比是平地起楼台一般，要想迅速重新招募75000人的部队，这事儿让我焦虑，希望至少在薪金方面能更有魅力，以便吸引优秀人才应募。因此我觉得工资标准同其他单位比起来显得过高也未尝不可。听完了吉田茂的絮叨，麦克阿瑟说，警察预备队成员的工资比一般的公务员高可以，但如果比普通警察的工资还高，那么那些能干的普通警察就会离职去应募警察预备队，你这个时候不是多生事端吗？吉田茂又说，
我是担心这个新部队，尤其是从目前国民的感情来说，并不太尊重这支部队。所以究竟有多少合格而又有才能的人前来参加还不知道。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认为要想吸引优秀人才，就必须得考虑薪金问题，除此之外别无良策。但无论吉田茂怎么说，麦克阿瑟就是不松口。眼看着队员已经陆续入伍了，但是薪金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吉田茂担心这么下去会影响队员的士气，更担心听说薪金不明后没有人来应征了。为了达成优化这支警察预备队的目的，他决定再争取一下。1950年10月初，吉田茂给麦克阿瑟写了封信，麦克阿瑟终于做出让步，提高薪金，但是是在限度内。吉田茂与麦克阿瑟商定，二等警察月薪为4500日元，当时日本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是6300日元多一点，警察预备队的工资要低于普通公务员的工资，所以吉田茂还是没有扛得过麦克阿瑟。而这时招募队员已经开始3个月了，根据麦克阿瑟的要求，增加海上部队8000人的目标也随之完成。至此，日本迈出了战争后重整军备的第一步。对于刚刚成立的日本警察预备队，它的主要任务是帮助以美国为首的盟军。1950年10月，警察预备队成立初期为美国盟军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在故事的开头所讲到的在朝鲜扫雷。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因为朝鲜人民军在圆山港布置的水雷而无法登陆朝鲜。由于兵力和扫雷技术的限制，15天内仅仅清除了200多颗水雷，占朝鲜布雷总数的1/10。一筹莫展之际，美国远东海军司令部想起了日本刚刚成立的那支警察预备队，其中编入了日本旧海军扫雷部队，拥有100多艘扫雷舰艇，而且极具作战能力。1952年10月2日，美国远东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伯克少将向日本海上保安厅长官大久保武雄提出了日本扫雷舰到圆山配合美军作战的要求。大久保武雄得到首相吉田茂的批准后，同意秘密出动扫雷艇。1950年10月10日，日本扫雷队到达朝鲜圆山港，开始帮助美军进行扫雷作业，但出师不利。由于该地区海况极为复杂，第二扫雷队7天后便发生触雷事故，造成19人伤亡。加上之前美国有2艘扫雷艇相继触礁，让扫雷队士气低落。第二扫雷队在没有得到美军司令部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返回了日本，这让美军司令部大为光火，要求日本严惩责任者。大久保武雄一边请示吉田茂首相，一边于10月下旬派第三扫雷队赶赴圆山港。11月，扫雷队处理了27个水雷，至12月12日，日本共出动46艘扫雷艇、1200名海军官兵，帮助美军完成了5个重要港口的航道，共计600多平方公里停泊地点的扫雷作业。由于这次行动属于非法，所以吉田茂在10年回忆当中只字未提。吉田茂觉得总算可以暂时应付美国了，他没想到这远远不够。1951年1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来到了日本，他坐在首相吉田茂的办公室里，问道：恢复独立后成为自由世界一员的日本要如何做出贡献呢？听了这话，吉田茂心想，这
这个时候，朝鲜战争对于美国来说打得正紧张呢。杜勒斯言外之意是希望日本重新武装起来。本来以为可以安心地搞经济建设了，没想到又得劳民伤财，搞军备。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时候吉田茂明白了，美国对于日本突破国际社会的限制、重整军备这件事的态度是缓和的，更进一步说，是允许的。然而吉田茂明白日本的现实问题，他认为这个时候重整军备不合适。吉田茂也意识到美国需要日本来维护其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因此在抵制美国要求日本重整军备的压力上也多少有一点资本。吉田茂开始向杜勒斯解释日本为什么不能立即重新装备的原因，并提出了四点理由。一，日本没有多余的经济能力重整军备。二，战争的善后工作尚未结束，由于战争的创伤，日本国民丧失了重整军备的心理基础。三，日本国内尚存在军国主义东山再起的危险。四，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备存在疑惧，因此再军备应该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杜勒斯认为吉田茂所提出的逐渐军备的策略有一定的道理，所以也不太好再强加。但他想知道接下来吉田茂如何去逐渐军备。关于吉田茂的这四个理由，日本政治家宫泽喜一在一本书叫做《东京华盛顿会谈秘录》当中做了披露，也就是这本。同样我们为您摘抄了一段，来看一下他是如何披露吉田茂的。他说，吉田先生的想法是这样的，目前重整军备无论如何也是办不到的，何况现在国民也没有这种愿望，因此政府自然不便蛮干下去，将来国民的生活得到恢复以后，重整军备的日子反正会到来的。在那以前，防务暂时让美国去搞，有人要说我们滑头，就让他们说去吧。宪法禁止军备真是天赐的良机，美国方面对我们有所责备时，宪法正是最好的挡箭牌。由此可见，吉田茂在是否立即重整军备的问题上是很有策略的。吉田茂对其阁僚在私下里曾经多次指出，军备是十分必要的。很明显，吉田茂的策略是把重新武装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延长线上，那就是在日本有能力有条件的情况下再重新武装。他的观点与卢田军等人虽然不同，但事实表明吉田茂的策略更具有谋略性。虽然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暂时说服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允许日本缓慢地进行军备，但是他也不能把美国的利益置之度外。日本大大小小的事儿，还是在美国盟军的掌控之下。毕竟目前日本的羽翼还没有丰满到可以与美军抗衡，而且他答应杜勒斯要逐渐的军备，人家美国还在那儿等着，准备看他是如何个逐渐军备法。于是在1951年2月3日，也就是杜勒斯来访后的一个月时间，吉田茂向美方提交了一个备忘录，同意增加警察和海上保安人员的数量，并增加其装备，裁建一支50,000人的保安队，设立了国家安全保障省和安保企划本部。这是日本重新军备迈出的第二步，这也是日本自卫队的第二次发展。然而这对于一个国家的保安体制来说
这些装备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吉田茂又产生了媾和后仍有美军部队继续留住日本，保障日美共同安全的想法，于是就有了旧金山对日合约的产生。还是这本吉田茂写的十年回忆，我们摘录了一段，他曾经这样说过，尽管说这是保障共同安全，但实际上却是把整个国防交给别国军队，所以不管怎么说也是不正常的。从这儿就可以看出，吉田把整个日本的国防都交给美国，他是不甘心的，日本迟早都要重新武装起来。很快1952年吉田茂对警察预备队就有了新的动作。1952年5月，日本国会公布实施了保安厅法，日本成立保安厅，改警察预备队为保安队，吉田茂兼首任保安厅厅长，兵员扩充至11万人，新设海上警备队。日本的保安队同警察有什么区别呢？日本警察是拿着一个哨子提了着一个棍子维持秩序的，但保安队和警察可就不一样了，保安队是部队。在日语的感觉上，他把警察预备队改成保安队，实际上是朝着军队的方向走了一步。日本人喜欢玩这种文字游戏，改个名字性质就不一样了。像现在要把日本自卫队改成国防军，这就有了军队的含义了。日本为了一步步突破国际社会的限制，在名称上真是玩尽了花样。1954年6月9日，为适应美国远东战略变化要求，把保安队改组为陆上自卫队，警备队改组为海上自卫队，并新建航空自卫队，并且日本国会强行通过了防卫厅设置法和自卫队法，通称防卫二法。至此，受内阁总理大臣指挥监督，由防卫厅负责管理和协调，一支总人数超过150,000的由陆海空所组成的日本自卫队成立了。之后日本自卫队逐步突破限制，日本政府甚至提出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为日本自卫队松绑。说到底，日本修宪就是要让日本彻底摆脱和平宪法的束缚，走出作为二战战败国的历史阴影，令国家正常化，放手发展军事力量，甚至是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各界政府的修宪努力，矛头都直指宪法第9条。日本和平宪法诞生之日起，日本就不断有修宪的声音。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直极力鼓动修改宪法，声明要在任期内完成修宪。最近日本国会讨论修宪，直接挑战和平宪法第9条，要增强集体自卫权，将自卫队改为国防军，甚至表示应该在国内法中明确自卫队就是军队。所以日本不仅逐渐地突破了国际社会的限制，重整军备，而且也违反了日本自己的日本和平宪法。日本自卫队在违宪的路上越走越远。根据国际社会的限制，日本的军费开支不能超过 GDP 的1%。1987年，日本的防卫费用开始突破1%的大关。此后，无论日本经济是否景气，日本的军费开支都呈增长势头。自1993年起，日本连续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军事支出大国。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公布的报告称，1995年日本军费为502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东盟9国军费总和的3倍以上，同时还大大超过中国、朝鲜、韩国3国的总和，是韩国的4倍，相当于中国的5.8倍。随着军费开支的增加，日本自卫队人员数量逐渐庞大，由最早75,000人的警察预备队，到今天280,000的日本自卫队。28万，
这远远超出了先期十万人的标准。不仅如此，在武器装备上，日本自卫队早已经成为世界一流水平。国际社会限制日本的兵力总数不得超过十万人，军舰的数量不能超过30艘，不能拥有航空母舰及核潜艇，作战飞机的总数不得超过500架，不能拥有远程轰炸机，不得发展弹道导弹技术。但是目前日本自卫队的战力和实力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专守防卫的需求。根据日本2012年版防卫白皮书，日本自卫队2011年末的总兵力已经达到28万，海军舰艇有143艘，作战飞机有420架。虽然没有航母，但日本拥有排水量接近或超过航母的1式级大型直升机驱逐舰，排水量达到13950吨，日向级直升机驱逐舰和大鱼级运输登陆舰，其常规潜艇研制水平和作战能力均已居世界前列，战斗力毫不逊色于核潜艇。航空方面，日本拥有97架高性能的 F-2 战斗机，并且已于2011年底将隐形战机 F-35 确定为下一代主力战机。专守防卫是和平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该宪法和相关的国际条约规定，日本的军事实力只能维持在自卫的水平。但是随着实力的增强，日本自卫队开始频繁地在国际上露脸。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美开始联合军演。最初的军演是相对软性的，比如日本自卫队主要进行海上搜救、扫雷、打捞等等。近年来，随着美国军事战略的调整，美军战略重点日益向亚太地区转移，美国随之加强与日本的军事合作。日美两国平均每年组织双边联合演习达10余次之多，既有各军兵种之间的特定科目演练，也有大规模的三军联合演练，扫雷、反潜、空中对抗、远程轰炸等等。1995年，日本战斗机 F-2 试飞成功。2000年，金刚号驱逐舰进入日本海上自卫队。2012年的夺岛演习成为日美联合军演的顶峰。军演内容包括利用登陆舰、直升机、船舶等，从海空登陆袭击敌方部队，救援非战斗人员等。日本在美日同盟的保护伞下，一步步地突破限制，参与国际事务。实际上，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以21世纪的军队建设为准则，希望把自卫队打造成一支精干的高技术化军事力量。目前，日本自卫队部分主要武器装备的性能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在主战坦克、导弹技术、常规潜艇和舰艇建造等方面已经赶上或超过了欧洲。在软件、雷达、通信网络管理、微电子和材料等重要领域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军事专家指出，日本军备不断扩充，已具有了仅次于美国的军事实力。由吉田茂一手打造起来的这支军队，日本自卫队再次站到了十字路口。如果突破和平宪法的善意约束，这支拥有日本旧军队军国主义基因和侵略历史的武装力量，一旦出笼，被日本右翼势力所操控，那么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将会再次受到威胁。2012年10月14日，日本海上自卫队60周年的关键式上，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的一番言论，把已经处在冰点上的日本对外关系拉向了危险的边缘。他当时所想的，也许是来源于一个词，它是旧日本海军时代的常见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加紧扩充海上力量。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八八舰队的建造计划被搁浅，却为何促成了日本航空母舰的发展？档案为您揭秘日本八八舰队的前世今生。